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真实的材料，真正的食材。这到底是章鱼哥还是谁啊？哥布林吗？这是一个海绵宝宝 game。Are you ready, kids? Hi, hi, Captain. 靠呀！哎，那个好恶心哦。这是一个正常的一天，在海底城市，你饿了，然后想要吃人类美味人类堡，所以你决定去蟹堡王餐厅。好。干嘛？我是很丑，我是谁啊？我是谁？这个章鱼哥也太妖娇了吧！好悲哦。按一，欢迎来到美味蟹堡餐厅。你要吃什么？美味人肉堡。只有美味人肉堡啊。我想要一个美味人肉堡，谢谢。好，你找个位置，准备好就会送给你。好，坐这里。能不能叫那个家伙走开一点啊？这简直是影响生意啊！那个人怎么死了？啊！他死了！不能讲话哎、欸，超小。哎、欸，你家顾客死了，我的宝到底好了没啊？怎么那么久？快好了，但是我们的人肉那个汉堡肉好像不够了，所以大家做久一点。那你们可以尽量快点吗？要不然你可以去仓库帮我们拿一些汉堡肉来啊！你要小心一点哦，下面非常的黑，而且不管做什么，千万不要进去走廊尽头的那间房间。好，吃完饱的鱼就死了，我还要吃吗？这是蟹老板房间在这里吧？住在哪里啊？哦，都有提示嘛，以防脑残不会玩。呜、哦，旁边是厨房，然后蟹老板的房间，怎么旁边还有一个这么下面的恶心地方啊？那个是蟹老板，真实版的，所以游戏名字叫《真实配方》《真实食材》，懂吗？拿到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真实的方式呈现。这绝对是番茄酱啊！这也许这间房间就是存放番茄酱的地方。好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叫我不要去最后一间啊？等一下，我可以上去吗？我可以当一个乖乖的客人吗？先吃饱了再说吧。我们等一下再来好不好？回来喽！鱼被处理掉嘞、欸！为什么到处都是番茄酱在地板上啊？应该要有个人来收拾收拾。来，哦，你真的拿到肉派啦，做得好啊！现在去厨房，把它放到烤盘上。厨房，不是我自己烤，这边怎么变成自助餐式的、啊？就算自助餐，我也不可能让你自己烤啊！我不是海绵宝宝哎。什么生菜那些都没有啊？好了，这什么烂堡啊！好了，来坐下来享受你的人肉堡吧。看这家店的品质真的越来越烂了、欸。麦块式吃法，算了，
人肉堡吃起来好像，好像我奶奶的脚趾甲哦，这还要付钱哦，一个80美，啊，变90美，为什么他妈的这么贵？你听着，你一定是算错了，我只是吃了一个简单的人肉堡而已。我说现在要100美。好好，你冷静点，我手上没有100元，不过我有35美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不够钱付你吃的人肉堡吗？不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有钱放在家里啦，我可以回家拿来给你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吃了人肉堡，但是付不出钱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的钱在家啦，靠北哦。还要放派大星进来咬我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啊干，我死了。这是一家黑店。看，看，这边有两颗爆在这边，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用处。皮老板。哎、欸，你还好吗？你怎么在笼子里啊？他试着要偷美味蟹堡配方，但是失败了，所以蟹老板把他抓进笼子里面。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你也是要偷蟹堡配方吗？不，人肉美味堡实在是太贵了，我不够钱付。我就知道蟹老板是个混蛋。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出去啊？先尝试把他从笼子救出来。你不用试了啦，蟹老板把笼子锁了，而且把钥匙吞下去。不过你如果要试的话，还是祝你好运啊！哦，我记得之前是不是有call吧？这些鱼都是客人啊。这皮老板好恶哦，那头屎一样哎、欸！直接按 TYUI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 possible 呢？几个箱子啊？1、3、4、5。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啊？我第一次觉得你们智商上限。哎，哦，就这一间嘛。啊。我必须先救那个绿色的家伙，应该有个call bar之类的吧？有啦。来，啊，好恶哦！原本在卡通里面看起来还可以接受，是因为它是光滑的表面，它这看起来粗糙粗糙的真实皮老板看起来实在超级恶心。感谢你救了我。现在让我们找到路逃出去的吧。啊，他跟着我、欸，什么东西啊？妈一坨屎！等一下，这边能不能走啊？不行，要先把工具放回去啊！我不能拿来防身吗？这边我没有进来过哎、欸。这是蟹老板金库吧？4位数密码，好，我把他钱都干走。哎、欸，电脑哎、欸，欧密码在这里，要点这个连结就可以拿到免费的礼物卡。不要，不要。还是要看这个影片，我才能看到密码、啊。好，我点，我点，好不好？我点。你竟然给我出现密码 ！5089，不要再看了，伤害脑子。我们来偷配方。
5089。哦，有动画哎，屌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Finally, after all these years, I'm about to find out what makes the Krabby Patty taste so. 不，讲什么啊？哎，完蛋，他会死。开头。那是谁啊 ？Run！哦呦，我run好快哦！根本没有东西啊！后面那个根本是，后面那个根本就不是海绵宝宝，那个是什么炸爆米花宝宝啊？好看他长什么样子。花山薰宝宝，这个音乐是哪里来的啊？偷来的对不对？我就知道。Quick kiss， 什么啊？那个瓶子怎么还有一个密码、啊？没有，那个是一个谚语词。哎，干，我死定了。我死了，我被做成人肉饼了，这就是我的下场，就是我啦。那个要输入乐府，好，我等一下去输入。派大星在下面呢、欸，感谢游玩，这样应该有别的结局啦，对不对？他只能看啊，而且还锁了。他怎么在这边？他不是写史瑞克，是写古一克呢？救命啊！后面是谁啊？海绵宝宝有枪哎、欸，这谁啊？我操，好恶心！他们两个要对决，后面那个是我啦，我的形象是什么？我没看清楚，我是一个凤梨哦、喔。史瑞克要救我，身上的凹洞好恶哦、喔欸，我是一条臭鱼，哈哈，操！史瑞克没有枪哎、欸。又哦，哎、欸，哦，啊，他闪过了，还要炸之前，我可以先走吗？这个炸下去，我们全部死光了，好不好？你能够用小把一点的吗？我说真的啦。太大只了，没有了、欸。后面这个什么按什么东西结束游戏是好小的，我按过了没有用。你们觉得这个好不好玩？还蛮好玩的。可是我怎么会是一只破鱼呢？三迪没有出来、欸、如果三迪也出来一下，对不对？再穿插一点剧情可能会太长。就比如说我们被关的时候，三迪要从通风口救我们，结果三迪却中了什么陷阱，然后挂掉，这样简简短短的就好了。然后三迪就被做成了松鼠肉，然后派大星就吃得很爽，这样。那、啊、我先关掉啦、啊。真实配方，小窝，小窝个屁啊！小窝，除了我们之外，全部被做成饼了。